强调族群融合，蔡英文穿起各式各样原民服装拍广告，而这原住民装扮现在也有 Q 版造型。无论戴上原民头饰，还是穿上最传统的服装，原住民的蔡英文超级 Q。但不变的是，蔡英文的神韵，漫画家捕捉的微妙微笑，而 Q 版小英还有一系列造型。从帅气西装造型到客家妹，甚至是现在最夯的罗宾汉，一字排开通通有。仔细瞧，罗宾汉小英头上还插着台湾造型羽毛，爱台湾第一名。不止如此，这罗宾汉小英可是蔡英文最爱的作品。就那天拿到办公室的时候，蔡英文很喜欢这一张，所以才在上面写的签名。拿着作品侃侃而谈，一脸浓厚艺术气息，他叫花娃娃。这一系列作品全都出自他的手。有点。所以看不会他上台之后对大家的那个工作的能力会有所差异，所以可能说用我自己可及的范围。漫画家用另类行动停小英所有图档，全让民进党免费使用，希望能用自己方式为台湾文创换一个更好的环境。三立新闻，游柏智、邱婉柔、白淑桦台北报道。